其实这次这个展览呢，算是江贤乐老师第一次跟文化科技接轨哦。将江贤乐老师他创作六十年的生涯里面，不管是他的创作精神，或者是创作的地点，或者是创作出来的画作，我们一起运用文化科技的方式来做一个转译，然后用不同的媒材来去做呈现，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方式让大家对于江贤乐老师的作品有更深一层的体验，而且不光只是做作品的欣赏，更能够从这些体验当中呢去感受到老师在创作时的所要带给大家的核心价值。我们是从这个三个 re 来去做跟江贤乐老师的致敬，包含是 respect 的致敬，来感谢有这样的江贤乐老师这样的艺术家为我们做我们美学艺术的涵养。然后另外呢，我们有这个 respond， 我们有回应江老师的作品，我们有年轻的艺术家来回应老师作品，还有 reborn， 也就是我们江老师的作品用文化科，像是现在最流行的 AIGC 啊，或者是流体粒子，或者是微距摄影等等的一些科技的形式来去做一些转译，让大家感受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光影沉浸的效果。地区的艺术之路里面，可以透过我们的实景哦，来让大家去感受到江贤乐老师他在创作过程的三个重要的阶段，包含他在封窗阶段里面他怎么样的封窗，他当时的心境如何，然后到了台北的百年庙时期，他的画室是怎么样的，他创作的时候的素材是什么，他是如何去挥洒他的创意，然后另外开窗了以后，开窗后的色彩斑斓的世界，台东的海怎么样影响了江贤乐老师创作的心境，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展区当中呈现。那这次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形态，也就是说我们江贤乐老师的画作呢，我们是采用数位多媒材的方式呈现，像我现在所站的地方呢，各位看到的是三个数位画框，这个数位画框呢就可以将江贤乐老师的作品做100%的拟真的重新的来去做一个播映，所以呢在这当中我们从数位画框就可以看到15幅江贤乐老师60年创作的精华。那接下来呢，为什么台东的海可以影响到江贤乐老师呢？我们这次有这个裸视 3D 的电视荧幕，让大家可以透过裸视 3D 直接把台东的海带到您的面前。另外呢，还有9米的大荧幕，大概是目前最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投影荧幕呢，来呈现32幅江贤乐老师的画作，让大家巨细靡遗的了解。那另外呢，我们在现场还有一个这个江贤乐老师的装置艺术作品叫做金尊，我们也邀请了深层艺术家吴哲宇透过这个金尊来一起做一个呼应，将这个金尊的意象一起跟他的深层艺术一起做一个结合。当然最后大家也不要忘记进入我们每一次江贤乐老师展览当中一定会有的冥想室这个空间，因为在那里呢你可以看到江老师的历年小画作，我们又用镜子的方式来做呈现，让大家可以一口气坐在里面去思考江贤乐老师作品的价值。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头戏，就是光影沉浸的部分，因为我们的空间本身就搭载了40台的这个高规格的投影机以及16声道的系统，所以我们这次在这个30米乘10米的空间当中呢，我们邀请王艺胜来做策展，陈建奇这个知名的音乐人来做音乐，为大家带来了9个章节的这个江贤乐老师的作品的一个转译。这些作品当中呢，我们从序章，然后一直到有老师的这个，不管是他
创作时的心境的挣扎，或者他创作时的元素，例如古典音乐，或者是他每一个阶段创作时的重点，有银狐啊，有金樽啊等等的重点，一一的来去做一些剖析的叙事。而且到最后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将老师的最新系列的作品《火与冰》的系列，透过了人道的关怀，也就是老师希望艺术可以净化世界这样的理念来传达给各位。其实江贤鄂老师呢，非常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在他的画作或者他的创作里面留下自己的身影，然后将这样的身影带回去。所以我们这次在非常多的场景当中，也都预留了一些拍照的空间，大家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要拍照留念。